暖暖，小 T，明天你带上户口本，俺和你去乡民政办办手续。中，中，俺等你。中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暖男要是不情愿，你们叔侄俩就别再逼他了。呀，你快闭嘴吧！你懂个啥呀？过去俺没插手，我才爱怎么地，如今俺插手了，关键是俺这个面子，不懂你别瞎说。说，说，成了，成了。慌啥嘞？慢慢说嘛。暖暖刚才找俺了，说明天上午到乡里办结婚手续。真的？快快，给俺拿剃刀去。干啥嘞？拿剃刀还能修脚啊？拿。婶儿，俺叔要刮胡子，就是说他这主人的面子又回来了。哎，你看看，这大黑夜的，刮了胡子给谁看呀？明早再说吧。来，吃糖。哎，好，谢谢，不客气。你是自愿和他结婚吗？是自愿的。那你是自愿和他结婚吗？和他不自愿，和他自愿来。你们到底谁和谁结婚？俺们两个。楚暖暖，你，明正同志问俺，俺当然要实话实说嘞。你俩都是自愿结婚？是的。是的。好，把证件拿来。这是俺户口本。这是俺的。面子，面子。你哪有啥面子？咋了嘛？这暖暖耍弄了咱了，他骗俺到乡里办手续，实际上为了和开田生米做熟饭。啥？开田跟暖暖办了？办了。